不对啊，这斑马不对啊，斑马不是斑马，大高峰，啥斑马？这奶牛。奶牛是吧？奶牛啊，奶牛算不上奶牛。那会儿是气了，就奶牛。奶牛，不跟他玩了，奶牛吓跑了，吓跑了。给你，给你，你们队完了。先把他们队全部淘汰，好不好？联手吧，联手，联手吧。先把他们也搞没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能这样，哎，哪能这样啊？哎，怎么不能这样玩？树大招风啊！是战术商讨时间，我们的复活塔和反噬塔只有你们组的某一个人可以使用。复活卡给谁？我觉得给露露。别给我，别给我，别给我，给露露其实最稳。不要给我，你们肯定会被死。对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，而且我是觉得，我们找到那个东西必须得把它藏好，不能随身带着，会被抢。是吗？你可以抢我的那个。这反噬卡一定要找队长使，都是坏，但是一定要把队长抢了。而且特别就是，你就不能再反噬卡。我不带，我就我俩之间。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把那个反噬卡给磊磊，有可能给楠楠。楠楠是个小猴子，猛得很，是不是？他们待会儿谁冲的最凶，谁就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他们那个小脑袋，他讲啥他就不一定。你们讲啥都不一定。我只有一个想法，我讲一个，不管一不一定，一定对。我们郝总联盟，跟小郝总他们的人去死。让他们先动手，对，而且好久他们结束，我们还要一起合作，我们就负责压人，我们就负责把人按住，让他们上手玩。对对对对对对。